袁文庆。棍术是以抡、踢、戳、撩、五花等棍法所组成的套路练习，它的特点是棍矢两端横打一片，气势猛烈。棍术的整个套路至少包括有弓步、扑步、虚步三种步型，不得少于十组不同组别的棍法，其中必须有扫、戳、抡、崩、劈、五花六种棍法。这套棍术有50个动作，从起势到收势来回往返分为4段，六种主要棍法：扫棍、戳棍、抡棍、崩棍、劈棍、五花棍。第一段4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1小节共4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预备式。撩掌推棍、钉子步抱棍、平抡棍、扑步抱棍、再示范一遍。第2小节共4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歇步脚棍、抡扫空中举棍、扑步摔棍、抡棍弓步背棍、再示范一遍。
第三小节共五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转身云波棍，转身抡棍，抡棍旋子，插步脚把，弓步戳把。再示范一遍，第四小节共七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插步脚戳棍，跳步点棍，扑步摔棍，横当步崩棍，撩棍蹬腿，弓步戳把，转腰扫棍，提膝背棍。再示范一遍，第二段两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第五小节共四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原地舞花，七步旋风脚，转身扫棍，坐盘抱棍。再示范一遍，第六小节共五个动作，正常演练。慢动作一遍，转身扫棍，上步撩棍，半马步劈棍，弓步云波棍，扣腿戳把。再示范一遍，第三段一小节，整段示范。第七小节共八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插步脚棍，插步戳棍，五花跳扑步摔棍，弓步扫棍，转身跳点棍，扑步摔棍，转身盖把，抡棍弓步背棍。
再示范一遍。第四段两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第八小节，共六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转身点棍。插步背棍。转身插步云波棍，转身抡扫棍，跳扑步摔棍，弓步崩棍。再示范一遍。第九小节共七个动作，正常演练。慢动作一遍。插步脚棍，转身抡棍，虚步背棍，转身云棍，弓步推掌，并步抱棍。收势。再示范一遍。请看棍术全套动作的运动路线。最后，再请观看棍术全套动作。